第十五课，李白的诗。李白，西元701到762年，字太白，是唐朝的大诗人。他写了许多好诗，大家都喜欢读。李白喜欢出外看风景。一个秋天的晚上，月光很明亮，他看到床前的月光，疑心是霜，就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明月。明月使他想起了故乡，他就写了一首夜思的诗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